走吧，走吧，陪你去看房子。我跟我妹妹说住我屋头，她说她怕打扰到我，她不住我屋头。我说了，两姐妹有啥子好打扰的嘛？你是第一个发现我变面目表情越是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可落泪的颤抖，你会心疼。一模一样，跟你那个很像，那个就很像他，那个父亲，那个房子父亲。为什么你还不遇上我？我们刚才看的房子是个套二的，然后1500块钱有点贵了，联系看那个另外一套房子是1200。第二套房子，客厅、卫生间、洗衣机，这个是次卧。看阳台这边，那点视野还挺阔的。来看一下你的敏捷，我房家人们都是，这应该是晾衣服地方是不是？你觉得怎么样嘛？这个房子？哎，怎么说？总体来说还行。现在我们去看第三套房子，都选一下哈。嗯，我要去成都了哈，你到考虑下子跟我说一声嘛。好，拜拜。欢迎收看《27岁小县城女生的成都之旅》播。啥嘛？嗨，家人们，今天带我闺蜜酱，我们要去成都买衣服穿。你穿我的衣服还好看，这个包包配的还多合适到的。这个崽儿过来，冷到了没得衣服穿。坐地铁咯，家人们，转过来。哎呀妈，好乖！第一次坐我们这样的地铁，好激动，好兴奋。我们要从宝台到福田站。嗯，那腿好长呀。我最喜欢吃的臭干子，给你一包。哎呀，我也吃一包。早上喊你给我带几包过来了。哎呀，多得很，那先慢慢吃。八台的。有喜欢吃的家人们可以去我橱窗里面拍哈。今日份的午餐，买了一件毛衣，180块钱。这个衣服还可以哦，这个打底衫。哇。家人们，菠萝炒饭我的最爱。这个饭饭才是让我大跌眼镜。我买牛角包还是牛角？谢谢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要去杭州出差，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一个直播专场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这一次没点信心，反正还希望朋友们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秀秀嘛，嘎！秀秀带兔兔去洗澡，谭哥，我们要去杭州了哟，你第一次出远门哟。声音不错，是杨明，小躺躺的睡觉，睡得好香哦。谁懂呀，我妹妹蹲在那儿抱娃娃，好找你呀。腾腾，哎呀好开心呀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人好多呀。我们已经到杭州啦，也是我第一次来杭州。我觉得我们到时候直播完之后可以去玩一下。去散一下心，对吧？好不容易来一次个，对，去散一下心，我也去跟着一起享一下福。他今天坐飞机，他可兴奋了，是吗？小团团开心吗？都没了，团团，你在想吃饱啦？嗯。哎呀！哎，捞出来了！哎呀！
我们到福州啦，团团，他好高兴哦，哥，好高兴呀！都是幸福的话呀。当当，好不好耍？咦？俺们这边嘛，一天都在赚钱。聊了一整天，终于到九点了。明天早上八点钟，然后秀秀开始直播，希望她一切顺利吧。毕竟我妹妹只有单亲妈妈，真的很不容易，还是希望她能赚更多钱，让她抱抱。拜拜。早上好呀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这里没下暴雨了，出太阳了，又是在家的一天。今天穿了一个防晒衣，我也很奇怪哈，在家为什么会穿防晒衣？因为我没有衣服穿了，就很烦。看看我这个天堂鸟，它这个叶子当时不是全部都蔫了吗？干枯了，我就把它给剪掉了。但是我发现剪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并没有长出来，就好奇怪呀，秃秃的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家里面这个角落，欢迎到我家打卡吧，就挺出片的。想象一下阳光洒在这个窗帘布上的感觉，透进来，老好看了。去刷牙洗脸吧。现在已经洗漱好了，要开始化个淡妆。先看看有的粉底哈，是这个，这个比较轻薄一点，而且因为我不擦粉了噻，我就蛮喜欢用它的。夏天就应该用轻薄一点的粉底液，它就是有点缺点，不好拍开，然后也不够遮瑕，然后再要这个散粉，这个散粉还挺耐用的，用了好久了。它这个顶妆效果是蛮好的。这个腮红好用，都快被我用贴皮了。口红还是用这个裸色调的口红，然后这个妆容就完成了哈，看起来跟没化一样。其实当时化了个全妆，都化完了。现在来做个早餐吃，今天早上就吃面条吧，吃一个丝瓜面条。但是这个好像坏了啊，放太久了坏了。这蛋煎的好好哦，哎呀，不能夸它，这可以，这蛋可以煎的好，这一个失败了。再下一小把面条进去。今天粉的早餐就完成了，还挺丰盛的，看起来蛮有食欲的。然后再上调个料，这个酱料像那种剩下那种汤汤。看看我的早餐是不是还挺有食欲的？我准备去吃饭了，帮我过餐了。我都快吃完了，才想去拍视频。但是说实话哈，挺一般的，就是可以吃，但是不是很好吃，不是很惊艳。因为我放的酱料比较少，比较清淡。像小时候外婆煮的那种面条的味道，一模一样。现在可以吧，起码肚子够了。